Hello，welcome back to Fire Official。今日就系我哋嘅频道回顾7月5日嘅发布会。咁呢个发布会有啲乜嘢呢？主要系回顾一下频道啦，同埋我哋嘅暑假系列就叫做2020夏日呈现。咁就仲有一个就系观众嘅 Q&A 回答时间。咁就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我哋第一部分。咁咧就分為三部分嘅。第一部分就係介紹嗰、那個，第一部分咧就係回顧咗個頻道。咁啊，第二部分咧就係介紹呢一個2020夏系列啦。咁就第三部分就係 Q&A 啦，回答7月3日大家提問。好，事不宜遲，我哋 Let's go 啦。哦，回顾2019嘅七月去到2020七月，有咩重点事发生呢？咁就订阅好大咁样由2200跳上3300。这个虽然比较慢少少，但系如果对我嚟讲咧，其实轻啲嚟讲就叫满意啦。如果我唔系好高望远嘅人，所以我其实都几满意呢个成绩。好啦，咁就喺今年我就识咗唔同朋友，好多唔同。有啦，無論是 FYC 新聞啦、杭州定幻想鐵路，都係識咗好多嘅好多好多好多新朋友，大家都係即係未見過啦，又唔係好識好熟嗰啲，咁樣咧都變咗個好熟嘅朋友啦，由陌生人變到一個朋友，咁就合作咗好多嘢啦，同埋製作咗好多故事系列，咁就有啲咩故事系列咧？創新系列就好似一個井底之蛙嘅青蛙咁樣跳出呢個井咁，啊反轉呢個故事。咁就由呢一個繁日城咧，就跳出咗好多好多嘢。今年就創新啦，因為咁我哋創新咗啲乜嘢咧？最受歡迎嘅創新，我覺得會係即係唔計幻想鐵路啦。咁就係網絡劇，網絡劇最受歡迎就係大排檔不高級啦。基本上係喺嗰個時，即係2019年8月尾9月頭嗰陣啦。咁我頻道就好低落嘅嗰陣，因為我仲拍緊繁日城啦，呢、這個垃圾城。垃圾城市，唔好咁讲。就当时咧就系、是、拍紧呢一个繁城，咁就唔系太多人睇嘅。咁就出咗呢个大排档不高级呢个网络剧之后咧，咁嗰阵时嚟讲呢一个剧集就叫做比较受欢迎啲。咁就我睇嗰个大结局嘅观众留言，我都非常之感动，就系、是、有观众系睇到喊，我唔知系咪真系喊啦。不过如果即係呢一個故事其實係好無奇一個搞笑作品，咁就喺呢個大結局入面帶出咗少少嘅道理啦。咁就如果佢係可以感動到觀眾嘅，咁我所以我就覺得非常之感動，就係觀眾竟然會流眼水。咁啊，我睇嗰陣都唔會估得到觀眾係會睇到喊，咁所以咧，有觀眾睇到喊，我真係覺得好開心。系啦，咁就希望大家中意我呢一个大排档不高级呢个系列啦。咁就多谢翻台前幕后，唔想用呢个字，即系多谢翻所有份制作呢一个大排档不高级嘅成员，同埋咁多位支持嘅观众啦。咁另外一个网络剧就系《以一四心慌慌之夜》，呢个系小电影嚟嘅，咁就系情人节嘅巨献，咁就2020年出品，同埋3月嘅。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起伏大的爱情故事，所以为什么叫心慌慌，但它那个受欢迎程度就不算高，因为始终它谈及一些感情的东西，就不是个个都会明白，就是你可能大个那些可能会有，但是小个那些就应该不会太看得明白的。那 That's why 就以一四心慌慌之夜就不会好得过大排档不高级这个喜剧。好，咁就仲有一個作鬼故嘅節目，就叫《都市鬼情》，係一個喺繁日城呢一個已經係本身係作嘅嘢，再作一個鬼故落去，咁就係作上加作。咁就其實係一個幾悶嘅，只不過係一個我唔知點講啊。即係希望可以撻翻著繁，但係其實根本撻唔住，因為嗰陣時我蠢噶嘛。我要自認我嗰陣時嘅我係蠢啦，對比而家，咁就唔講呢樣啦，咁就講埋下一樣啦。今年咧仲有一樣嘢就是我哋嘅音樂頻道成立，咁就係今年咧2019至2020，咁就放咗幾首咧，好似6首嘅業餘作品，咁就係一個比較大
體驗化少少嘅嘢啦，即係我唔係話我自己要專業啊，或者係好初級一級去攞去俾一級去比較嗰啲都唔，即係純粹係一個體驗，即係內在內嘅都知我係一個想讀音樂嘅，咁就希望可以以一個即係試一試嘅經驗。咁所以咧其後咧都會加多啲作品落去啦，咁就希望可以進步嘅。今年嚟講，咁啊音樂頻道最大型、最用咗個時間咧，就係呢一首《范逸臣隨想曲》噶啦，冇得比嘅呢樣嘢，因為基本上最大首係佢噶啦。Sorry， 咁就仲有其他嘅大作品，就包括呢個《幻想鐵路》同埋《新凡拉杭州》。咁就呢兩個就比較大 project 啲啦，花咗好多時間去做嘅。不過咧就唔係兩樣都咁好喎。看看什麼事，那就我們的頻道呢就有死過翻山錯喉起飛這件事。那我們先看個挫折和失敗，那我就分享一下啦。主要都是三點的，第一點就是新凡拉杭州就鬧交事，高層呢內戰了四個月，那裡面講些什麼就跟大家分享啦。但是呢就我在裡面就吸收了很多教訓，因為很多事都是由我引起的，即是正如我剛才所說，以上年七月的我對比起現在七月的我，上年的我是非常非常非常之蠢、垃圾、賤格的。那就吸收了很多之後，那就開始去改善自己，慢慢改，看清楚自己錯什麼，希望改。雖然我知道在這一刻呢就我不是改到所有東西，即不是所有東西都對，但是希望呢都會作為一個成長的其中一個部分。第二點失敗呢就是范逸臣，范逸臣呢就是那個越來越少人喜歡這件事，所以呢我就在想著，其實我現在在浪費時間，會不會想著取消這件事 去追求其他東西，即例如那時候我是想不如取消范逸臣，俾我去學習一下其點樣作歌啊、寫歌。咁啊，最後咧就已經取消咗啦。咁就去咗整 FFV 同埋寫歌呢兩樣嘢啦。咁就喺十月就開始放棄嘅，正式放棄就去到一月，係啦，2020年嘅一月。好，第三點咧就大家有所不知，幻想鐵路呢一個系列其實係經歷過死亡嘅。大家都如果你熟的话呢，你都知道幻想铁路是停过一排，停过几多个月呢，应该三个月左右。就是话说第四集拍到第四集重日之后呢，我走了去写歌，写了一首范逸臣随想曲。我写完之后呢就没了回事了，就变到呢已经是等于放弃咁滞了。就好奇怪咁，有一日呢有一样嘢踏着返我对幻想铁路的热情。就話說有一日開咗個 Minecraft， 然後咧我喺地圖嗰個表度碌下碌下，咁唔小心 high 咗入去幻想鐵路個地圖度。high 咗入去之後咧，咁就見到自己起緊個日東站，咁我即刻起埋佢。然後咧就喺二月出咗第五集介紹日東，嗰集嗰個收視比較好，真係好好。咁我就繼續好有 potential 去整下一集啦。下一集咧就是東涌，東涌是一個港島線的主站，所以咧係吸引了更加多的人。咁啊，慢慢整大號、小號，欣澳馬灣，跟住咧就去到青衣啦。咁青衣呢個咧就有個青衣城商場，咁就整了很多商店，比較創新啲嘅設計啦。咁就多謝咗 JVD 去起呢個商場俾我。咁我喺介紹方面咧整咗好多搞笑嘅嘢啦，同埋介紹咗呢個2000年代對比起3000年代究竟有啲乜嘢。雖然呢、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虛構故事，就但是呢就很多觀眾反映就話他哋看得很開心，咁就見證了呢個頻道由死亡咧去點翻著一絲絲希望，咁就建立了一個新社群，正式放棄范逸臣。咁就放棄了范逸臣之後咧，咁就重新出發，咁就係所謂的錯後起飛啦。好啦，咁就而家咧。但是呢就幻想鐵路其實都有些挫敗的地方的，就是破壞綿綿不絕啦，還有我呢就有時壓力很大啦，被這些東西搞到，即是始終
雖然之前喺新凡拉杭州吸收嘅教訓，但係而家管理嘅就唔係50人咁少，而係去200人咁大呢、這個數目咁大。同埋有時有啲年齡方面，即係差距太遠咧。即係例如我係一個中三啦，咁但係有啲係小小四嘅，一啲係小五嘅。咁某程度上佢哋嗰個即係諗法未有咁成熟啦，同埋有時咧就覺得佢哋自己啊又即係舉個例啦。有啲就覺得我話事我係大晒嘅，我話要做咩就做咩，咁一搞到咧就我好大壓力嘅，即係要點樣好似湊一個細路咁樣話，哎呀服侍國王啊，你要食乜嘢我遞俾你咁樣。咁其實咧做環節主席咧有啲辛苦之處就係嗰啲觀眾咧有時咧真係幾麻煩嘅，有啲啦我就唔一定指名到係其中係你啦，係咪？咁就可能係某啲你當唔係你就得㗎啦。咁啊成日咧就要求我做呢樣做嗰樣咁樣，即係話好似例如。啊，系啦，系啦，開 show 呢個時間，咁有時咧，我6日其實都幾忙下嘅，即系我可能基本上6日我都系喺條街度，就唔會喺屋企出現。咁就好多觀眾就成日喺度鬧我，你可唔可以即刻翻屋企？咁我心諗，我出出面上緊堂，我點樣可以係即點樣即刻翻屋企？咁所以咧都幾奇怪一樣嘢，咁就變到咧有時我好大壓力啦，咁樣就發泄錯咗喺觀眾度。咁啊溝通上面有問題啦，咁佢哋又唔知我平時。好辛苦啦，開箱方面其實都有幾啲即係有幾啲個唔公平情況，就係、是、因為一人破壞就搞到成班人，係呢、這個其實我都幾自私嘅。但係如果俾佢哋繼續破壞嘅話，基本上你都玩唔，所以我最後咧就決定取消翻觀眾服。咁啊，由此咧就好多人憎我，就是、因為呢件事都多咗幾多人憎我，係啦。至於觀眾事件咧，咁就遲啲再，我哋唔係喺後面嗰版再講。咁就一件事開心咧，值得開心就係5月尾咧，咁就有一個屋企就成立咗，嗰個屋企咧就叫唐家。唐家入面有11個人，就包括我嘅。咁就10個入面得3個係我同學，跟住3個、4個嚟自 FIC，咁就其他都係唔熟嘅。咁就其實7個唔熟啦，即係等於咁咧，就喺大家都係陌生人之間，咁就喺一夜之間咧，咁就變咗一屋企人。咁點解我話我中意呢一個唐家咧？咁就係因為呢個唐家咧係俾我一種愉快，就係佢哋好融合啊。呢、這個屋企咧就好融合嘅，咁大家有講有笑啦，慢慢基本上如果得閒傾通，傾到1點啊。2點又有，咁佢哋又俾嗰啲好大嘅動力支持我，即系我整材質包嗰陣，有時都諗住放棄。咁佢哋成日都喺度，好似一班細路，即系佢都有啲係細路，咁就成日好細小學雞咁樣對住我打氣啦。咁啊就好偶然咁樣咧，就俾多啲動能我咧，就推動我向前。咁所以咧，呢一個屋企咧就變到係互給足咁樣。咁其實在外嚟講就係一班朋友。但如果去深入啲講咧，真係好似一個係啦，咁所以咧就叫唐家十一兄弟啦。咁唐家係乜嘢咧？我哋下一個 slide 就會再講解啦。好啊，頻道回顧就嚟到呢度啦。我哋而家第二部分就係介紹2020夏日呈現嘅影片咯。2020夏日呈現就係今個暑假我計劃咗要去拍嘅四大系列。首先最主要嘅就係幻想鐵路啦，繼續衝2日1集，9點鐘。好，跟住3個系列遊戲，第一個系列咧就最疏嘅，即係最少出片嘅幻想鐵路嘅分支幻想香港。咁呢一個就唔係 Minecraft，佢係 City Skyline 嚟嘅，咁就單人遊戲嚟啦。咁所以咧，我預咗個受歡迎程度咧，就一定係比較低，好低，好低嘅。咁所以咧，點解我出片嘅程度比較非常之慢？呢、这、一個香港係出得好慢嘅，好疏嘅，咁就可能2個星期1集或者1個星期1集嘅，咁就呢個就 skip 咗佢啦，因為都唔係太重要，主要係睇香港嘅啫。好，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是、今次夏日呈現入面最比較大型少少嘅，就係、是、唐家生存啦，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嘅唐家11人啦，咁呢個咧就11人嘅生存，我希望我拍嘅時候可以齊人啦，當然。咁之后佢唔系完美生存嚟嘅，好大分别。有咩分别呢？就系、是、
唐家新村咧就有间屋叫启业村，咁如果大家有睇过九龙湾都知有间屋叫启业村嘅。唐家新村就系攞嗰间屋嚟玩新村，就系、是、去探险啦，即系唔使起屋嘅。咁虽然呢个系听落去作弊，咁但系如果我唔系作弊嘅话，咁当然个系列就叫完美新村啦。咁使乜叫唐家新村啫？咁仲有就系加咗啲少少嘅菜汁包同埋孜然包落去，啊唔系菜汁包同埋咸味包落去。咸味包入面咧包有少少新嘢食。比較現實啲嘅嘢食，即係叉燒飯、海南雞飯之類嘅嘢，咁就去豐富翻嗰個生存系列。好啦，咁就第四個系列咧，就得四集嘅啫。咁就係打機三兄弟，唐家嘅其中三個人。咁你見我哋最常打其他 game 應該都係 Left 4 Dead 嘅。有邊三個最常打咧？就是、我啦、公我室同埋 Vincent Yu。咁呢個咧就叫打機三兄弟。会玩三只 game 嘅，喺四集入面玩三只 game。一集系玩 Minecraft， 两集系玩 Left 4 Dead， 咁就仲有一集咧就系 Overcooked。好，讲完，咁呢个咧就是我哋嘅夏日呈现四大系列啦。咁就希望喺2个月搞得掂啦。咁打机三兄弟得四集就系星期日嘅8点半，夜晚8点半。唐家新传就系星期六嘅8点半。咁咧呢两个系列都唔会超过八。都唔会超过30分钟嘅，剪到去就唔会超过30分钟。咁如果幻想铁路系撞啱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播咧，9点钟就唔会受到影响。好啦，咁就除咗呢一个2020嘅夏日系列嘅呈现之外咧，咁再长远少少，我哋仲有一个计划，咁就系叫做2021至20225周年台庆大作。咁就 Fire Official 就喺下年嘅3月就会成立5周年啦。咁就谂住搞大少少啦。又点样搞大少少咧？咁就虽然又有预购嘅幻想铁路，咁呢个就唔讲啦。好，咁就有啲几个呈现，有4个呈现。第一个咧就系网络剧，网络剧咧会推2个，就系、是、一个就系缘分十字路啦。咁佢一个非常之大作品嚟嘅，佢系一个。比较正统少少嘅剧集啦，咁就20集嘅，咁每集大概20至30分钟左右啦。咁就另外一个就有爱，有爱系11集，应该一集就10至15分钟左右，呢、這个就短少少嘅。咁有爱呢个咧，就如果大家知或者你熟嘅话咧，都知道呢个系列咧就应该拍咗成1年2年左右，咁啊不停咁样雪藏，最终咧就拍极都拍唔成，咁啊一件好 sad 嘅事。咁就最近研究咗點樣去改善嗰個 skin 筆啦，咁就可以拍翻網絡劇啦。好，跟住咧就係、是、有人寫個故事俾我，咁係電影嚟嘅，咁就諗住喺今年都會整埋出嚟啦。咁就係 MC 電影，佢而家取咗個名就叫做《幻想鐵路生化危機》，係啦。最後就係、是、即係嗰個故事就唔係我寫嘅，但係我會做監製。好，咁就下一個第四樣嘢咧，就係、是、網絡節目《大排檔不高級二》。即是一个番外篇，但它不是一个剧来的。它是一个比较闲鱼少少的节目，带少少搞笑。那这一个大排档不高级二就取名叫做广告不高级。那就是介绍广告和现实有什么分别，又是做一个一决之红，一个对比的故事。那就还考虑就是打机三兄弟的续集，那就看看我们未来星期日拍嗰4集嘅打机三兄弟嗰个反应如何？咁睇下有冇观众想一齐玩，咁就会开一个续集咧，系会同观众打 Minecraft 之类嘅嘢啦。咁讲到以上嘅剧集，即系例如《唐家新传》啊、《打机三兄弟》同埋《缘分十字路》啊、《有爱》啊呢之类嘅剧集同埋节目咧，咁大家系可以上 Fandom 度查阅嘅，咁就阵间咧就会讲埋出嚟噶啦。好，咁就處理埋呢個觀眾事件先，咁就係抄襲問題啦。咁咧最近咧，我就接到好多嘅下屬啊、朋友啊、拍檔啊、玩家啊，同埋觀眾去投訴同埋意見啦、啊，或者報告啦、啊。咁就有啲觀眾就偷我片啦、啊，攞咗 FFV 個名啦、啊，同埋改咗我個名嘅。咁我而家咧就開始解答呢三個問題。首先就最簡單攞我個名，咁就有幾個頻道咧就叫 Fire Official 嘅，係啦。咁就我而家個意見咧，就係其實唔太重視。點解唔太重視咧？即係好簡單，呢個世界有人叫陳大文，咁可能有 A 陳大文、B 陳大文、C 陳大文。咁其實一個明明無奇嘅一個名，其實我唔會在意得去邊。
係啦，咁始終有啲人咧，佢中意模仿呢種行為啦。咁呢一種行為係一個成長嘅階段，即係我曾經都做過啦。呢、這、一個我都經歷過啦。咁所以咧，我係以翻以前嘅角度嚟睇咧，咁呢樣嘢基本上我覺得係冇乜值得去投訴啊，或者檢舉，叫佢哋點樣點樣點樣。即係始終我知道模仿呢、這個。即係模仿我頻道呢個名嘅對象，全部應該都係小學生啦，或者小朋友啦。咁我又唔想去打壓到咁盡，即係始終佢係一個小學生嚟嘅，或者佢一個細路仔嚟。咁我如果打壓得咁犀利，會唔會變咗一個衰人咁樣咧？咁所以我就好樂觀咁樣接受咗，咁就冇乜問題嘅。好，咁就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幻想鐵路呢個名啦。咁呢樣嘢咧，我就更加歡迎大家去做嘅。就是你自己可以去自己去起幻想鐵路啦，即係因為嗰個地圖嘅原創者就唔係我，咁我其實以一個參考嚟參考嘅角色嘅啫，咁所以我係冇資格去話你唔可以用幻想鐵路，係啦，我係冇權力咁樣做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整幻想鐵路啊、幻想日本啊、幻想巴士、幻想香港、幻想日本鐵路啊、幻想俄羅斯鐵路啊、紐約鐵路啊，冇所謂，你叫 FFV 都冇所謂，咁就但係。最罩忌一樣嘢就係你入到觀眾服，如果你喺觀眾服，即係以前咧，如果你喺觀眾服度拍片，但係講觀眾服係你起嘅，咁呢樣嘢就當然唔得啦，因為呢、這個嗰、那個就事實就唔係你起啊嘛。咁當然你話你自己起，但係嗰個名叫幻想鐵路，呢、這個就得，係啦。好，係啦，咁就最後仲有一個就係偷片問題啦。盜片問題我就見過一條，有人攞住我手機嚟錄我條片，咁就放咗上 YouTube。咁就呢件事咧，我就覺得即係以我嘅經驗嚟講，即係我以前都試過咁樣嘅。以我呢個經驗嚟講咧，對象都係小學生。咁啊，用翻啱啱嗰個頻道名嘅問題嚟講啦，我唔想打壓到咁盡嘅。咁佢還掂攞手機錄，咁都唔會太多人想睇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就對我嘅影響嚟講咧，就唔會大得去邊。即使大都唔會影響到話搞到我情緒啊出現問題啊，定係人生出現咗心理陰影咁樣，冇咁大嘅。咁所以咧，其實好少事嘅啫，咁就希望觀眾就唔使太介意啊。咁我知道身邊好多拍檔嘅朋友同埋幻鐵嘅高層都好支持我啦，希望我快啲處理啲事。咁佢哋見我考緊試又唔阻我，佢哋自己親自去處理，咁啊搞到件事咧就好尷尬啦，成件事變到。咁佢哋幫我出咗手，但係我就唔希望咁樣做嘅。咁所以即係求一個和平和解就算啦。咁所以咧，以上三樣嘢咧，我就唔會太著重。就係淨係集幾樣嘢，就係你入個觀眾服拍片，但係你話嗰個係你戲，咁呢個就唔得啦。你尊重翻我哋大家戲呢一個 FFV 最即係呢一個我旗下嗰個鐵路系統個名啦，尊重翻。好，咁另外咧就我無任歡迎大家去觀眾服落拍行車片段嘅。咁雖然尋日落富站嗰個觀看次數就唔係太理想啦，咁所以咧觀眾服未開嘅，咁嚟緊咧都會開啦，咁就睇下究竟大家幾時合作啦，睇下幾時有125或者100人啦，咁我就會決定開唔開觀眾服噶。咁如果你哋入到去咧，真係好樂意，歡迎大家去剪啦，同埋拍行車片段嘅。咁你哋個廣播無論係你攞翻我嗰個啊，定係上網揾啦，或者你自己錄啊，冇所謂。咁就你剪得靚嘅話，當然就非常開心啦，咁就冇乜所謂嘅。就大家任意發揮啦，呢樣嘢就可以啦。好啦，咁就講埋今年嘅目標啦。今年嘅目標咧就比較，我唔知點講好啦。咁啊，二零二零年內咧就完成成個幻想鐵路系統，報告翻先。而家咧就起咗150至160幾個站左右啦。咁就影片系列咧就出到76、77，聽日出77啦。同埋計埋行車片段咧，就應該出足270至280集左右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希望2020年完成啦，就2020年底可以完成，因為就差100個站就搞掂噶啦。咁如果以一兩個站咧，其實都起得切嘅，係啦。好，咁就仲有一個目標就係2021年希望咧就可以達到4000至4500訂閱左右啦。咁就仲有一樣嘢，就希望我哋可以加多少少為頻道加多少少唔同嘅顏色啦，去即係添加多啲樂趣，就拍多啲網絡劇，例如緣分同埋友愛啦。希望先搞掂呢樣嘢，
然後再寫其他故事，咁樣就希望啲觀眾睇得開心嘅，係啦，因為我見大排檔有啲觀眾都睇到好開心啦，同埋流曬眼水啦，正如我啱啱所講，咁就所以咧就去創新一下，咁我就唔求訂閱，但係希望團結啦，建立一個好啲嘅觀眾團體，少啲鬧交啦，少啲爭執啦，咁我就會盡量去改善我嘅做事手法嘅，咁啊就點樣去改善咧？我具體啲啦。經一事長一智啦，咁我睇下我究竟幾時闖禍，闖完一次禍咧，咁我就應該都會改得到噶啦，係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介紹我哋呢一個 Fandom 官網啦。咁而家咧官網咧就已經更新咗係有兩個 page 嘅，一個咧就係舊嘅，呢一個咧就係 FYC 嘅輝日 Game World 泛日遊戲城。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Metro Final Fantasy Version 幻想鐵路嘅，係啦。咁我哋先嚟睇舊嗰個啦。咁舊嗰個咧，其實都好多歷史嘅嘢啦，即係例如中聯啦、泛日城啊呢啲，基本上咧冇乜用噶啦，啊全部都飛走曬去。咁仲有呢度有啲 channel， 大家可以去訂閱啦，或者睇佢啲片啦。咁呢啲已經全部都係歷史啦。咁而家有更新嘅咧，就係呢個 page 交通。咁呢個 page 嘅交通咧，就更新就係關於 City Skyline 嘅嘢啦。咁有啲人咧都好想知道究竟 City Skyline、Fire City 啊、香港啊，究竟發展成點？咁大家咧就可以過嚟呢度睇下啦。跟住就係我哋最常更新就係呢兩個項目，咁就係泛日城電視台啦。咁就有關於我哋嘅網絡節目同埋網絡劇啦，例如有《都市鬼情》啊，呢個鬼節目啦，《大排檔不高級》啊，《二一四》兩個系列啦。咁大家咧呢啲舊嘅節目，大家都可以去睇得翻嘅。咁然後新嘅節目就有呢五個，有《幻想鐵路》啦，《唐家生存》啦。打機三兄弟啦，緣分十字路同埋有愛，咁大家咧係可以去睇下入面有啲乜嘢啊，即係例如我 click 入去兩個睇下啦。啊，幻想鐵路咧就有介紹啦，嚇、這個咧就俾我定咗做旅遊同埋介紹節目嘅，幾個搞幾鬼搞笑就係點解我會定咗做旅遊同埋介紹咧？即係而家我拍嗰個系列咧就好似咁樣，去下一個站，去好似去下一個景點咁樣介紹。咁所以咧就變咗做香港旅遊節目啦 ，MC 香港旅遊節目。咁幻想鐵路計埋輕鐵同埋環保鐵路介紹嘅集數，我預計有270至280左右啦。咁唔知嘅，因為輕鐵同埋環保鐵路點樣介紹咧，呢個我都未好好計劃好。咁所以咧就暫時定做270先。咁如果到時再加到280甚至300嘅話咧，咁我哋之後就會再加噶啦。咁呢啲來源啊、角色啊、日事啊、每集內容啊，咁呢啲都可以去睇翻嘅。圖集呢啲就自己去探索一下啦。我哋仲有啲咩咧？我哋就唐家生存啦。唐家生存咁就有我哋最新影嘅劇照啦喺度啦。咁佢呢個咧就係遊戲節目嚟嘅，講關於11人嘅生存啦。咁呢啲大家都可以去睇得翻嘅。咁啊有傳送門啦、收視啦、記事同埋日事啦，大家可以睇得翻。同埋演員，我哋有11個演員啦。咁呢啲咧可以去自己慢慢摸索一下。條 link 咧就會喺下片下咧就俾咗大家噶啦。OK，next one。咁我哋咧就睇完舊 page 最主要嘅嘢啦。咁而家我哋睇新 page。新 page 咧就係幻想鐵路。咁有啲乜嘢咧？我哋有介紹到幻想鐵路嘅名字由來啦、來源啦，同埋背景故事係啦。咁呢個咧就我要更新一下啦。歡迎加入啦！你哋點樣去加入咧？咁就自己去睇下啦。咁就做啲乜嘢幻鐵遊戲呢？有幻想香港啦，有尋寶之旅集卡遊戲啦，即係你集齊一條路線就會揾到50蚊港銀啊！咁大家其實咧東涌線嘅跑已經係差唔多放散曬，大家係可以收得到嘅。咁至於喺邊度揾咧，咁就靠大家啦。另外咧就係呢個路線介紹咧，咁大家都可以 click 入去睇啦。即係關於我，例如我 click 一個觀塘線啦。咁都見到集數嘅，咁成日有人問我介紹觀塘線之後介紹咩線啊？下一條路線就介紹中九龍線啦，第92集至100集嘅。咁啊，例如睇呢個啦，大家都有睇翻觀塘線嘅車站列表啦，同埋嗰個特性之類嘅嘢。咁仲有一個總介紹同埋歷史係啦。然後咧就有一個傳送門，全堆傳送門咧就去翻舊 page 嗰度嘅，即係你 click 入去啊唐家生存。咁都係翻翻呢一個舊 page 噶啦。咁 MTLFF 呢一個 page 喺下面條片下面都會俾埋大家嘅。
好，咁就嚟到 Q&A 嘅环节啦。Q&A 咧就系7月3日派咗张 Google Form 俾大家填嘅，咁就随机抽样咗18至20个人提问嘅问题啦。咁首先咧睇下第一个，第一个咧就系问咗6条题目嘅，咁佢就问咗 When you meet Jerry Lee 同埋 Amen， 咁 meet 你讲现实嘅话咧，我就唔肯定，可能暑假会首先同阿 Jerry Lee 打个招呼咁样啦吓。可能行过啦，因为我有时都要上青衣学琴嘅，咁可能行过去走去同佢打招呼啦，撞到先得吓。咁啊，第二题问题就会 Will you play other game？ 我成日都玩 other game 噶，我玩 OSU 啦，我玩 Overcooked 啦 ，Left 4 Dead 2啦，City Skyline 啦 ，Call of Duty 啦，好多好多啊，我玩好多 game。Do you like me？ 呢个 Elma 问嘅，咁 Elma 嚟讲咧，我唔知点样讲 like 好咧。总之当你是朋友好朋友。好，咁第四就是 Do you love Elma？ 草泥马我都未见过，怎样 love 呢？第五， Did you taste Elma meat？ 我都未食过草泥马肉，我怎样 taste 呢？六， Is it tasty？ 我都未食过，怎知佢 taste 唔 tasty 呢？讲完下一题，请问完成 FFV 之后会唔会发地图 link？ 是会的，咁就去完成270个站。嘅系列影片系列啊，咁就先会派嘅，即系搞掂晒成个影片，咁就先会派俾大家。大家中意发展又好，坐车又好，咁就过晒第270、280个站，我唔知啦。即系有时我都会加站落去啊。咁而家暂时就系270，计埋轻铁应该270站，系啦。咁就系咁样啦，就拍晒270集之后就会公布俾大家下载噶啦。好，这个问了3样东西。几岁？我60岁。我是啦。我不是，不是，好像不是3000年出世的。我应该不止60岁。看看先。是啦，我是80岁的，我是1980年出世，咁就而家系3060年，咁我就3060年，咁我就80岁噶啦。好，跟住第二，唐家入面我最中意边个，最爱边个啊？嗱，呢个问题就好敏感嘅，我唔知你讲爱咧系讲边一种爱啦吓。咁啊，我会，其实有两个嘅，一个系 Jerry Lee， 一个就系。松德呢两个，咁咪佢比较帮得手，同埋氹得我开心啊！佢两个系啦，所以咧就比较爱佢哋亲情啊。好，或者系友情啊吓。好，跟住第三个几重我唔知道，我冇度过。Bye。好，跟住呢个系 Ming Norman 嘅，你记唔记得第一次同你玩 Minecraft 嘅时候系几时啊 ？FYC 其实应该系2019年8月咯，我估应该差唔多啦。暑假会唔会出多啲片？头先成个系列已经俾咗你睇啦。如果有炸羊驼，你会不会吃？不吃，因为是3000年代的国家保育食物。你几时同 JVD 结婚？好敏感啊！呢题咧真系过于敏感啦。好，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咧会唔会同佢结婚呢？我同佢咧就兄弟嚟嘅，咧佢就排第五，我排第一。咁我咧原则我系叫佢细佬嘅，咁所以咧我系唔可以同佢结婚嘅。好 ，Do you know 青衣？环保铁路是边个起的？当然是你起啦 ，JVD。可唔可以同观众玩就 Hype Server？ 咁就睇下打机三兄弟嗰个究竟嗰个反应热唔热烈？咁我就考虑喺圣诞假或者年假、复活假会再拍续集嘅时候就会同观众玩嘅。好，下一条线系咩线 ？MTR FFB， 我哋阵间睇 Fandom 再讲。啊，唔系，我哋啱啱睇 Fandom， 我拍片有次序。咁啊，我哋啱啱睇 Fandom 咪睇咗嘅。辉日几时出样？我成日都出样，我哋自己去搵咪得咯。辉日会唔会拍 Roblox？ 我唔会玩 Roblox 嘅。请问你同 JVD 系咩关系？屋企人咯，佢排第五，我排第一。阿哥同细佬嘅关系。当你见到垃圾留言会点算？垃圾留言唔理咯。当有人 copy 你嘅影片会唔会嬲？唔会。你靓唔靓仔？呢啲嘢好主观嘅，你可以攞个。世界上最靓仔嘅人同我比，咁我就系一件垃圾。
如果你攞我同一件黑衣比咧，咁你自己決定啦。FFV 偶然會挑戰同埋炸毀重建，你對此有咩諗法同得著？挑戰咧，我就跳一個係碼頭圍站，因為嗰個相差距離，即係我喺 Google Map 度度過嘅相差距離實在太近，所以我直接唔要炸毀重建。咁就希望可以加翻少少呢個，即係因為有時咧，佢嗰個延線問題啊，即係延長條線或者路線改動啦，咁就令到好多嘢都要改一改嘅，即係好似攞柴灣嗰個嚟做例子啊。咁因為佢要落翻去大浪灣，咁同埋前面仲有就係要嗰個分叉路軌，咁所以咧，如果我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就變咗個過山車。雖然佢好慢啦，咁但係就會好奇怪咯。咁所以咧，我就會將佢加翻少少個人嘅元素啦，重建咗佢啦，係啦。咁就聽落去其實就好似離咗題嘅。咁但係其實咧，呢個咧就唔係話起真實嘅 MTR。咁所以咧就冇乜限制我究竟系咪要炸毁重建。我有冇玩 Roblox？ 我冇玩嘅。Can we take some idea in FFV to our own Minecraft cities？ 冇问题，你可以参考我嘅建筑方法。好啦，咁就呢、這个咧就我哋嗰个7月3号嘅发布，唔系7月5号嘅发布会啦。咁就多谢咁多位观众今日睇呢个首播啦。咁就我哋喺下日系列再同大家见面。第一個發布的，即是不計 FFV， 第一個出現的夏日系列就是唐家生存，今個星期六的8:30，記住看首播啦，拜拜， see you later， 再見。